卫舞蹈、传统中乐、古今戏剧，只要想睇，喺香港都可以揾到。康文署辖下16个表演场地，每年吸引200万人次入场。而2007年开始，包括香港芭蕾舞团、香港小交响乐团同中英剧团等等，都获政府列入扩大资助名单，象征香港嘅艺术发展越趋普及同多元化。香港艺团唔单止有本地活动，亦都经常赴海外演出，仲屡屡获奖。好似亚洲最顶尖嘅古典管弦乐团之一香港管弦乐团，2019年荣获英国流星机年度乐团大奖，系亚洲第一个获得呢项殊荣嘅乐团。而香港芭蕾舞团曾经踏足过11个国家同地区，进行近50次巡回演出，足迹遍及中国内地、欧洲同美国。国家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，香港的融汇中外创意又是东西文化超级联系人，只要我们积极突破自己，必定令到文化艺术发展的舞台更加广阔。拼搏与香港共赢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